Before 我来这边，我是 back pain 跟我的 neck 啦，它已经是 suffer 我差不多有5-6年这样子的情况了的啦。我不能坐太久咯，然后我走的时候也不能走太久咯，因为一走我的整个背就会很酸很酸痛，这个是弄到我很不舒服的情况。 之前是还没有进这边，我有去做那些acupuncture，那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效果啦，因为它只是帮我 release 那一天的那时候的痛啊，过后一个礼拜它的又会再痛回来了的。这样久哦，我觉得很有 improvement 啦，没有这样快累，而且做的时候可以做比较久一点。 走的时候都可以蛮走久一点，而且不会讲一下子就酸痛了，没有后悔啦，我是在这是没有后悔啦，应该是找对的这个医疗我的背后跟颈项啦，嗯，就谢谢这边的Chiropractic First 啊。